哎，为什么啊？卡萨结婚会当卡萨生囝啊？而且我要先预定，我要生三个。你当作我是过去哦，生三个敢会伤济啊？婷婷，敢讲你无想要跟你妈妈相认？哥，给我一寡时间，妈妈这两日我阁叫袂出嘴。你骗我，唔要选议会哦！我从来唔听什么家里的条啊卡，你用家里的钱去顶面买票。我知影，我家己的代志我家己处理。回头我唔是你亲生的，早就无唔忙你啊！要是伊若要互关，我会替伊去，安尼愿意无？爸妈，婷婷是故意啦，无爸无母的，什么代志拢要靠家己呢？生活一定足辛苦的吼，我无算是孤儿。婷婷，哦，恁妈妈即摆破病真严重咧，病院啊，得挂急诊啊，嘿。囡仔大家拢大汉啦，有真侪代志哦，咱无法当你啊干涉啦。真感谢亲爹哦，你哦，这样也有量啊。你真正介意笨手枪啊？既然是伊，我真正无法度诚心的祝福诶。这是我替婷婷要给你的生活费，希望你摕到嘞，好好生活，唔通再来搅扰阮婷婷。你来上好，你家己也听看麦。这位女士，她都徛在咱家，甲你的亲生妈妈讲什么话？你家己问咪。我甲少安的感情袂因为伊受到任何影响，请你相信。注定。